首先用小量的 clef key 放在手背做准备，在头顶位置拎小量头发分两份，分成鬓边，再逐少加入发泥，令到它没那么散。扎的时候加入一小束头发，以相同的方向扭，再交叉叠起。另一边都是一样方法鬓，不过今次绕过底部。最后将两条鬓边用头饰扎好，再在侧面挑一条小发束出来，令造型更加随意。咁就完成了。